你和女朋友毛晓彤正在约会，这时毛晓彤的前任杨迪走了过来。哇哇哇哇，这么快就找了新欢了。此时大哥你会，哎，等一下，嗯，他一直在盯着他说我像那个新欢。对手演员没有演好，对手演员没有信息传递错误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你要干啥？你们经过这儿我突然冒出来。来，开始。你和女朋友正在约会，这时毛晓彤的前任一个棒精杨迪走了过来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哇，可以哦，这么快就找了新欢是吧？此时大哥你会，他是你的前任啊。他是你的前任啊，从今以后我会对你好一点。从今以后我会对你好一点，你的过去太惨了。前任是个棒精，别管我回海里了。你这个可属实是有点大，我觉得。